暫時演唱會加咗一場咯，咁係向前加，所以就加咗我生日嘅正日咯，所以我今年生日應該會幾難忘，即係可以同我嘅同事啦，同我嘅樂手們啦，同埋最重要係同一班真係到場支持陳龍嘅 fans 去到慶祝我今年嘅生日。生日喺工作中度過係向往啊，定係賺啲呢個感覺？我從來都覺得冇問題嘅，即係生日工作，即係同埋有少少好似逼大家陪我過生日啊嘛，即係我點都起碼可以聽到，即係工作時候應該點都可以聽到佢生日快樂咁啊。係，如果唔使做嘢，有時仲要諗究竟生日要點去過添。即係對生日意識感重，即係平時常生活係意識感重嗰啲人，你冇乜意識感。細個都會多儀式感啲，即係我發覺大個嗰個儀式感，或者話個儀式感唔係自己嘅生日咯，即係反而我覺得，但我有一個係必須每年生日都希望一定要有嘅，就係個蛋糕咯，因為我覺得蛋糕加支蠟燭，我先有個機會許願啊，咁所以個蛋糕係就算我一個人都會買俾我自己吹蠟燭許願。咁就但係大個就反而啲儀式感係放咗喺中秋節啊，一啲端午節啊、聖誕節一啲團體嘅節日度。你會唔會期望你有冇啲咩驚喜俾你㗎？嚇？你會唔會期望你有冇俾啲咩驚喜你？冇咩特別㗎，即係我係其實係都一個幾易搞掂嘅人嚟嘅。